上个月底才完工的台南港尾沟的疏洪道工程呢，竟然启用不到20天就崩塌。这项耗资10亿经费的工程犹如豆腐渣，负责发包的经济部水利署就表示了，目前正在全力的抢修，不过坚持没有偷工减料，而是一种新的工法。你现在看到坏了什么？现况的护栏是稍微有坍塌，OK。都已经烂成这副德性，竟然还说只是稍微的坍塌。这个全长 3.6 公里，号称全台南市最长的人工开槽渠道，完工不到20天就被连续大雨给冲坏，不仅整个疏洪道的水泥壁完全破裂，连附近的柏油路面也几乎全毁，令人质疑又是个豆腐渣工程。啊，别烦恼，这人哪来你家帮了咱路了呢？哦，那现在这个钢这个底板啊，这个板呢、啊，传递的这个板，它没有放钢筋，就变成只有纯粹的混凝土，很容易说因为受力而造成这个破裂破坏。水泥竟然被发现没混钢筋，但水利署却解释这绝对不是偷工减料，而是新的工法。但确实启用不到20天就崩坏，实在令人质疑这工程的品质。记者徐曼佳、王玉成台南报道。